了 paperwork， 我们就要出发了。一天三潜，连潜三天。So we are going to enter here. There is a platform. You can do like yesterday. 我们现在在墨西哥计划了三天的洞潜行程，每天三潜。虽然 cenote diving 翻过来是洞潜，但是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天然井。第一个迫不及待想带大家看的就是大名鼎鼎的 Angelita， 传说中的水底仙境。气瓶关上，然后把气放下，然后开始拆 regulator。刚刚结束了第一个 dive。然后吃一个午饭休息一下，下午还有两个，现在正好是饭点，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人真的少了非常多，就零零散散的户外坐了几小桌。Yes, no bad. So big. Wow. Yay. Maybe we can do two dives here. Woohoo! 潜点和潜点之间需要重新 set up 装备，换新的气瓶，有的时候还要重新穿脱湿衣。
下一个潜点。这个潜点可以带照相机，所以我们付了费之后，准备带大家看一看水下的世界。这几天我们去的好几个潜点都只有我们一组人，分分钟包场的即视感。这个潜点下去之后要游到石头的后面，所以现在水面上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清澈很清澈的小水塘，并看不出来什么玄机。Crystal clear. 我是桑尼，最近我去了两次墨西哥，然后回来之后就在疯狂的赶工作的事情，所以出片晚了一丢丢，但是谢谢大家的不离不弃，我真的真的没有气耗。这一次的视频会分上下两期，给大家看我的 Cenote Diving 最喜欢的几个洞。Cenote Diving 翻译过来应该叫做天然井潜水，它和洞穴潜水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洞穴潜水需要特殊的装备，而且需要其他的证件，危险系数也会更高一些。 Cenote Diving 我们普通的潜水证就可以去，虽然这么说，但是我还是推荐小伙伴们先积累一些潜水的经验再去，因为第一个，首先中性浮力 neutral buoyancy 真的非常重要。在你进到一些 cave 里面，如果你的中性浮力不太好的话，你会上上下下的撞来撞去。第二个是，虽然说 OW 就可以去，但是我还是推荐小伙伴们考了 advanced open water AOW 再去，因为有一些洞需要你下很大的深度，比如说30多米、100多 feet， 如果你不到达那个深度，你基本上就是什么都看不到。所以小伙伴们需要对于大深度更 comfortable， 然后再去，可能会收获到的快乐更多。今天视频里的第一个洞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整个下潜过程中一直到20多米的时候都是什么都看不见，一片浑浊，然后到30米左右就是视线突然就打开了，然后就看到一幅就是那种云雾环绕仙气飘飘的景象。这个云层就是有机物，比如说是落叶和树枝，它在腐化过程中形成的硫化氢。然后因为它的透光性特别差，我们也进到云层之下去体验过，一旦穿过了这个云层就是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所以我们就体验完之后赶紧又上升一点到云层上面来享受水底的世界，乖乖的待在上面。所以 Angelita 肯定是在我最喜欢的 Top 3里面的，因为它看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仙，而且我觉得我拍出来的远不及我眼睛看到的好看。然后第二个在我 top 3里面的就是我视频里的第二个叫 car wash， 当时我并没有拍水面，因为水面上看起来就是一潭死水，而且感觉脏脏臭臭的，就是毫无亮点。没有想到我一旦到了水面下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莲花特别的鲜，而且能见度和 clarity 都非常的好。第三个就会在我的下一期视频里出现，所以小伙伴们记得要回来看我哦。然后这也是我的第一支潜水视频，所以有任何问题欢迎小伙伴给我留言，我也会多收集一些问题，之后出一期水肺潜水的干货视频。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啦，拜拜。